哎，你们老板呢？在厕所里面。干嘛？哎，刚才那个女孩子呢？进去了。干嘛去了？打炮去了，干嘛去了？不会吧？那进来就进来呀。不是我找刚才那个。对，那就是等着他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也可以。去不去啊？哦。去就去。他。我刚才没看到这个，叫他给你去是一样的呀。他难道吃？去我就不吃了。哎，你我看到你吃东西，你不要。去我就不吃了，我不要的。哎，你刚才那个。啊，你等一下，他刚上去。啊。你坐一会儿吧，好吗？来，坐一下。他刚上去是吧？是，你说你走进去就这么巧啊。你坐了。他去多久了？你走有七八分钟吗？哦，估计快了是吧？行，那我上个厕所。我们这厕所没灯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那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有，我洗个手，啊、好不好？好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你们这现在人好少啊！这都快过年了，都回家了。哦。你们过年不回家？嗯。我说你们过年就不回家吗？回啊。哦、到时候轮流是吧？不知道。你们肯定要换班嘛。那个时候应该还是有人上班了，但是我不上。哦，你要。我初几的再过来。哦。你把手机放到上面吧，免得搞掉了。啊，没事没事，看着没事，不要紧。你放这里。嗯。哇，你多大？感觉很小的。刚刚叫你朋友过来了吗？他等我，他现在。身体不是蛮舒服，吃了点东西。转微信给你吧。